啊，这个第60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入围的有许光汉，《关于我的鬼》。哇，哎，你们都是女，尖叫都是女的，鸡爷他，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，哇，林伯宏是吧？林伯宏。关于我和鬼，他说怎么这是一部怎么样的戏呀、啊？我们都尖叫的，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。吴抗人，复读青年，叫，哎哎，我猜是他，可是这个不代表大会的人、啊、立场。王伯杰一起。阮经天，周主厨三，哎哎，你怎么都叫的？啊，这真的是，啊，恭喜恭喜，那么多人尖叫。